2020年1月份准新车柳工 860H 发动机搭配的广康 QSL 9.3 发动机，轮胎呢是江苏甲字的甲字轮胎，层级呢是24层级，加重式车桥。这轮胎呢一看就能看出来啊，没干多少活，上面这字儿还没磨完。液压油呢也是锃亮，这个后机罩开启方式啊，电动的。变速箱呢是行星式变速箱，液压先导操作特别灵活，重载型车啊，6吨级别的，长臂加大斗，没干多少活啊。喜欢的可以联系一下，关注我，买台好车。